个世界，在这个我们看起来在台湾没有什么战争、没有什么冲突的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里面，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还在发生许许多多的问题，而以巴冲突往往是国际间一个非常大的矛盾的根源。911事件会发生，各种的所谓的恐怖攻击会发生，都跟这些事情有关。解除封锁，拯救加沙，拯救加沙。现在我们请现场所有来参加今天拯救加沙晚间集会的朋友们，我们要来为加沙即将加沙现在已经死将近1400人的这些死难的加沙的人民，停止屠杀，解除封锁，解除封锁，拯救加沙，拯救加沙，停止屠杀，停止屠杀，解除封锁，解除封锁，拯救加沙，拯救加沙。晚上的朋友们，确定你手上有这个纸杯跟蜡？默哀完毕。加沙人，